佛教寓言故事035。宝妾禁欲。昔有一人，贫穷困乏，多负人债，无以可偿。即便逃避至空旷处，执妾满中珍宝，有一名尽着珍宝上，以盖覆之。贫人见矣，心大欢喜，即便发之，见尽中人，便生惊怖，插手语言：“我为空妾，都无所有，不知有君在此妾中，莫见嗔也。”凡夫之人，亦复如是，为无量烦恼之所穷困，而为生死、魔王、债主之所缠着，欲避生死，入佛法中，修行善法，做诸功德。如执宝妾，为身见境之所惑乱，妄见有我，即便封着，未是真实，于是堕落，失诸功德，禅定道品，无漏诸善，三圣道果，一切都失。如彼于人，弃于宝妾，着我见者，亦复如是。